大家还没有猜够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们接下来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环节了。来，大家猜够了吗？再给你们一分钟，好不好？最后一分钟，真的，我们真的环节得往下。这几位美女真的觉得哇，太美丽了！再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，帮我们先看向前方的摄影机。哇，好可爱哦！来，我们看向前方的摄影机。来，三，一。雅涵可以帮我再站靠近一点点，谢谢。好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可以了吗？大家，我知道一定没有可以结束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们真的要进入到下一个环节了。我们先请我们摄影大哥，好，我们先看向这一台。我知道大家都还没有拍够，所以特别再给大家一次呢拍照的时间。好，那再稍等一下我们的林湘的同时，他今天真的非常的敬业，而且呢我们台北的天气真的非常非常的炎热。好，那我们最后再看一下我们中间的摄影机。好了，大家，我们真的待会有其他的环节哦。我们再侧身一点点。哇，祝福呢我们的湘，我们的写真书可以大卖。好，我们看向前方，侧身一点点哦。那接下来呢，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时刻，要让呢我们的湘，还有呢我们四位美女一起签名在我们的帆布上哦，一起记录下这个值得纪念的一刻了。哇，这边还没有拍完是不是？好，来，那我们先请我们的湘先来帮我们签名在我们的帆布上，来，请大家记得帮我记录一下这个美丽的时刻了。哇，谢谢湘，祝福我们的写真书呢都可以大卖，非常的热销。好，接下来的话我们的雅涵，哦，加了一个可爱的微笑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前方哦。当年那些无辜的每个心中发不见，请我们的丽娜稍等哦，先请留步一下。我们看一下我们这边右前方的朋友们，哇，今天也是穿得非常的美丽呢。好，接下来换我们。好，有请我们的陈希婷帮我看向前。好，那接下来请我们的五位女神可以先帮我们移动到台前，我们一起拿着笔来一起合个影好吗？我们出来一点点。好，我们一样看向前方哦。右边的朋友们，来，我们右边的朋友们，好，我们换左前方的朋友们。我们现场给我们祝福，请大家呢先把我们的掌声给我们的几位女神，谢谢。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互动游戏时间了，那请我们呢四位女神可以先在旁边我们稍作休息一下下。哇，今天大家都太美了，谢谢，谢谢丽奈，谢谢晨曦，谢谢雅涵，还有我们的芷玲。哇，芷玲真的太可爱了，有一点调皮活泼的可爱，谢谢。谢谢，这个封号吗？可以可以，那大家不用玩啦，怎么办，我们今天好礼要送不出去了，大家待会
会要加油好不好？大家待会要加油。我先来偷偷跟香说一下，我们今天有一个很好玩的游戏。我们首先是这个，好，那今天我请我们的香闭上眼睛，第一位让我来选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我想请问一下香，你觉得今天的幸运色是什么颜色？粉红色。粉红色，现场有没有粉红色的朋友？粉红色帽子，对，来，好，香可以张开眼睛了。粉红色帽子要不要上来？今天呢，我们的游戏环节粉红色帽子，对不对？请我们的工作人员稍微协助给我们的香来选。我张开眼睛选吗？都可以，都可以。你也可以随便盲猜一个数字，我就开始从这边开始数，这样子。选个，有人想玩游戏吗？哎，想要比。那我们四位呢，会一起来抢答哦。待会我们会有抢答的环节，是抢答是不是？对，我们会有一个抢答的环节。Okay. 好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大家 OK？ 好，我们四位都有来到台前了吗？还差一位。刚才的女孩来到台前，好，我们站在这边好了，我们站侧面，这样子，我们站这边侧面 ，OK。哇，我刚刚看到第一题就非常的难，有一点点难。我觉得那个第一题真的很难，真的不容易。对，好，哇，我们林香真的很大方，准备了太多礼物要给我们现场的粉丝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好了吗？哇，怎么感觉有点紧张？好，听说我们的林香是游戏女王的称号，对不对？我非常期待你第一题的表现。好，好，来，我们准备第一题，待会知道就可以举手，好吗？好，待会知道就知道就举手哦。来，我们第一题 ，OK。那有没有可以有没有那个比手画脚的音乐？哎，比手画脚的音乐，比手画脚的音乐，紧张一点，紧张，对对对对，刺激的感觉，刺激的感觉，果然是我们的游戏女王，一定要有这个称号。礼物啦，但是我们的香不觉得我们题目出的有一点难，还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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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对对，哇，第一题我真的其实蛮期待你的表现的。好，哇，有点紧张，来啦，准备好了吗？来，我来帮你接收麦克风。四个字。都猜不到，你太厉害了，优秀优秀。你是不是心里也有答案？也是安全上垒吗？哦，也差不多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好，接下来第二题就是，那我先简单吗？那这个简单，最近最流行的。OK， 哎呀，来，我一样先帮你接收一下麦克风。谁谁谁？啊，哪一位？哪一位？我们的三正五最近非常的红，对不对？尤其我们香跳起来真的是太好看了。好，哎哎哎，比得好好，果然是我的游戏女王耶！哇，恭喜！哇，那这样子，这位女孩剩下最后一个机会，有点紧张哇。连模仿都可以模仿的这么有精髓。好，最后一个，哇，最后一个是，哦，好，哎，一样是，哎，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我觉得他表演的非常好，哎，非常非常好。哇，恭喜你答对了，很好哇！我们四位粉丝真的都非常爱我们的香，哎，真的是答得很清楚，完全。正确，好，那请我们的香来一一的颁奖，好不好？那板板上来，亲爱的，你的板呢？你的板板呢？太可爱了。好，我们先看向前方，拍个照哦。